系嗰间啊，乜而家转咗新屋啊？哦，原来今年系呢一间旺角旗舰店成立50周年，为咗庆祝呢一个特别日子而重新装修嘅。间店真系变靓咗，又变大咗，环境空间宽敞咗。产品除咗有呢一度嘅招牌甜醋、猪脚姜、酱料，全部有晒包装之外，呢一度仲遗留咗即笔面豉、酸菜等等，但系都摆晒入雪柜里面，感觉好卫生。另外仲新推出咗一啲外国嘅有机食品、精油、意大利陈醋等等，感觉好似一间高级嘅 gourmet shop 咁样。